中间的相机，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来照顾一下我们右手边的机器。这边我们短短拍了17秒，玩一些就有更多的拍照时间。照顾一下右手边的机器哦。照顾一下你左手边的机器。来，回来一点点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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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谢谢宋光荣大陆了，谢谢宋光荣在11月4日拿下金马影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像因为今天周刊报纸写的嘛，看你最后是会留在就是台姐那边，还是说真的会到导演的那个公司？什么？你今天有看到新闻？我今天没有看新闻，这是自己的经纪约的问题。那个就是他们随便说啊，我就有人要弄我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你觉得现在经纪公司帮你规划的演艺生涯，你觉得很好啊？因为有传出就是这个照片流出来是有点阴谋论的感觉，你有看待吗？我没有看待。你有看待任何事情吗？我觉得就是不用因为这个不实的报道，然后影响大家的感情。其实我们公司大家是感情都很好的，对啊。就是经纪约的问题，你真的有考虑过，考虑过想要换，要换经纪约吗？没有，就是合约还在走，对，还在走。但除了合约还有之外，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内心的想法，就是比方说哦，虽然还有约，但我好想之类的。有没有？我觉得彩姐是一个非常棒的经纪人。那如果跟陈玉珍合作是有可能的？合作继续拍下一部片，就任何的合作形式啊，都可以合作啊。我觉得拍片本来就是，他也可以跟玉珊姐合作，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导演。那你刚刚说彩姐是个非常棒的，非常棒的老板。那他听到这些消息，他有来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要走了？来关心？没有，其实公司都没有。所以真的有跟陈山导演谈过合作，接下来合作之类。你说电影或者是任何形式，电影还是有谈。但是就是聊聊嘛，看，对啊，他有跟你聊过啊？对啊，都有聊啊。是因为大家都一起都在有不同的工作，所以还是在谈谈聊聊的阶段。开始觉得进演艺圈这么久，而不是进演艺圈，走红这么久。开始觉得很受伤了吗？没有，就觉得真的很多人会无心去弄我吧，弄当红的人或者怎么样。对啊，不是说我啊，就是说别人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会渐渐去习惯。那我当然想要觉得那些东西我可以扛，你可以来攻击我。那我觉得不管是玉珊姐或是如芬姐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好，他们都是很棒的领导人，所以。你们可以炮轰我，我觉得无所谓。那我觉得片子好比较重要，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是一个让人家很快乐、很开心的2个小时的回忆。对啊，女主角演得这么棒，男主角演得其他所有演员都很用200%的真心在，对啊，看这部戏，不是去看外面去大家去扯的这些是非或是谣言。还在宣传，就是还在宣传。不是人家干嘛炮轰你，那是他们两个戏干嘛炮轰？不是，就是有些谣言去没有去关注这部电影，而去看那个外面的事情。那如芬姐跟玉珊姐之间的东西好像不是谣言，因为你有看到就是那天她的反应，这两个人真的。这个你问她。就关于你的部分可能谣言，但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有些什么。然后那天有说到你也不敢当和事佬，就是庆功那天。我那天在当人行立牌，我走不开。我也很想去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对，我看到那个还当 model 吗？对，对，你那天没去，我那天在拍戏，真的赶不走。对啊，不然其实很想要参与庆功的行列，也想当人行立牌。我们就这样站着不动一起。